游戏开发谁说了算？玩家呀。长久以来，游戏运营一直都是蹲线上的后台人员，但这次呢，网易的运营们下线了，这是要罢工摆烂？哎，非也，人家是要来一次全国百城巡回，和玩家们面对面交流经验。要说逆水寒的成功啊，其实就一句话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从2013年立项到2018年上市，再到2023的爆火，在端游整体示威之下依然创下辉煌。其中最根源的一点就是逆水寒认真听取玩家建议。和很多网游一样，一开始逆水寒依然保持着开发者思维，以为玩家们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运作，也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波折。而当开发者们真的静下心来认真听取玩家意见之时，才做到了想玩家所想，对游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自2019年伊始，逆水寒官方就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了见面会，鼓励玩家对游戏提出自己的建议。在逆水寒 IP 十周年之际，官方又做出另一个重磅决定，从9月16日起开展全国百城巡回同门交流会，前五所城市呢定为武汉、沈阳、台州、上海、佛山。这种频率和规模呀，放在网游界也是史无前例的。而这种漫长的巡礼，或许才是网络游戏最好的发展模式，并非游戏设计者主导，而是由数以万计的玩家们共创。此举引发了玩家们的热烈共鸣，纷纷表示这一起经过的十年非常值得，希望下一个十年仍然与逆相伴。那么，当逆水寒巡回到各位的家乡时，大家又想对开发组说什么呢？